喂，崔涵。顾所。20分钟以后，我们老地方见。顾所，我能不能不去了？哎，别呀，这不都说好了吗？我这马上出发了，我们见面再说，好吧？不好意思，来晚了，上来吧。怎么了，顾所？我真的不想再去找那个人了。别呀，再坚持坚持，行吗？我们都已经坚持一个多月了，你每天都带我在水产品市场里面找，可是白天不管我们再怎么累，晚上我还是睡不着。不是不想睡，是我不敢睡。我只要一睡就会被各种噩梦给惊醒，我真的快崩溃了，顾所。这种日子我一天都过不下去了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，饶了我吧，好吗？好，那我回所里。前面那路口右拐就是派出所，我能再陪你走几百米吗？走了。对不起啊。不应该说对不起，因为你是受害人。你也不应该对我说对不起，因为这是我的工作。如果你非要对不起，其实你最对不起你自己。你刚才不是说你睡不着吗？我告诉你，随着一天天过去，你一定会睡着。但你会怕醒，未来的一年、两年、十年，甚至下半辈子，你都会害怕醒。醒了以后，你会惊恐、畏惧、后悔。后悔我当年怎么就没有勇气找出那个人呢？浮躁倒是痛苦。抓住他，只有抓住他，只有让罪犯绳之于法，才能解除痛苦。你刚才让我救你，说实话，我救不了你。真正能救你的，还是你自己。走了。先歇会儿。那个人除了脸上有一颗痣之外，还有什么特征？我真的不想再找了。
对不起啊，我先走了。顾锁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是不是发烧了？没事，天热。我先带你去医院吧。去什么医院？听我说。要不然看附近哪有药店，我给你买盒药吃也行。不用，我们把这趟走了，好不好？那这样吧，我先去给您买瓶水，您在这等着我。没到饭点呢，那鱼鳞刮得挺利索。嗨，天天刮，刮几年你也能利索。满身的鱼腥味儿，你老婆不烦啊？早习惯了。那还打架？什么样？没打架，那脸怎么弄的？不是你老婆挠的？你问他敢吗？撞粪块！你是不是有辆面包车呀？那你是干什么的？把那接了，让我看看。那不是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？把那接了，别让我动手。那小金块，这都几点了？不要了。人抓着了。哎，您别起来，你现在睡一会儿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人抓着了，送所里去呗。送了，你别担心了，现在已经是第二天早上，你昏睡了十几个小时。你一直在这陪着呢？没有，我早上才来的。怎么样？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
我来就是想告诉您，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，而且没有吃安眠药。我说中了吗？你得听我的。行了，过两天出去旅旅游，别在家闷着，是时候让自己重新开始了。我会的，但是我不会忘记您的。别，你最好把我忘了，这事儿翻篇了，就像一扇门关上了，一切都关在过去了。以后在大街上遇见我，最好是认不出来，那样我才高兴。